三连到位，黑板干脆，您的每个三连都是 UP 主生发的动力。好，复活应该是无力回天，恭喜滔博小组第一 D 组出现。嗨，看完了滔博的这场比赛，黑猎物混合版终于可以舒一口气了，干得漂亮滔博人。不得不说，这两天的比赛真可谓是跌宕起伏，相信小伙伴们也跟我一样看得惊心动魄。话不多说，这期视频就给大家带来滔博对阵龙叉的这场小组赛收官之战。思路清晰，先说 BP， 双方前三手常规班人。值得一说的是，龙叉在莉莉亚和豹女都被按掉的情况下，没有选择以抢代班拿下男枪。但事实上，从卡萨近期的选角来看，男枪是他使用最多也最招牌的英雄。另外，当前版本打男枪比较好用的千珏，卡萨还从来没有拿出来过。而且卡哥上一次使用千珏的记录还要追溯到2018年的 RNG 时期。当然，这里不是说卡萨不会玩千珏，只是说从近期的选择上来看，龙叉抢下男枪或许是个更合理的选择。因此，我们从这个角度上来分析的话，龙叉的下路很可能是因为第一轮的表现不佳，所以想要在这一局中找回场子，于是他们就选出了这个下路对线的一姐女警。但是拥有水子哥的滔博肯定是不虚拟带先生的，反手掏出了寒冰，就是要刚正面。这是一场针尖与麦芒的对决，后续双方不约而同地搭建了中野组合，默契地把辅助英雄的博弈留在了第二轮。有意思的是，龙叉这一轮搬掉了机器人和莫甘娜。说实话，小黑板在看比赛的时候，第一时间还以为这是滔博的班人。莫甘娜不必多说，懂得都懂。注重就是草眼这里线上线的一个开局。而机器人也让小黑板回忆起了预言家的真饭名场面。刚到精英球里面，不过这个位置，预言家在干什么？预言家这波是晚上被刀了。啊，这难道龙叉是反向 BP？ 开个玩笑，正经的说，滔博这边并没有全部都针对辅助，而是分出了一个班位按掉了青钢影。不得不说，白色月牙这手班人非常关键，因为龙叉选出女警，辅助大概率是打对线的软辅，那么龙叉如果想选个带加里奥进场的英雄，就只能在上单位里选，而青钢影就是最好的选择。滔博这里把它按掉，龙叉的上单就拿不出什么更适合的英雄了。于是龙叉选择了拿下奥恩加巴德的双开团组合。理论上来说，这两个英雄的好处是在团战中很容易限制滔博的两个无畏一双 C， 但坏处是都不适合带加里奥进场，这势必会降低阵容的上限。而且露露和发条在后期提供的加速是能提高滔博双 C 的灵活性的，奥恩和巴德的大招未必可以打出有效的先手。最后滔博这边则选出了一手吸血鬼，组成了一个很极端的四合阵容，可能是想为队伍的后期上一层保险。但不得不说的是，吸血鬼在前中期是很容易被千珏的大招克制的，所以想要打出效果就很依赖369的个人能力。除此之外，滔博的阵容几乎没有开团能力，只能靠寒冰的大招摸摸奖。而且滔博的中上在初期的对线上很难和男枪有太多的联动，也很容易拿不到线权。可以预见，滔博一旦在前中期陷入劣势，就很难抓机会打回来了。所以可以说，滔博选出了一个有进无退的阵容，前期能不能稳住局势就是成败的关键。进入比赛，其实这一盘的前二十多分钟是没有人头产生的，一般这种局都会有些催眠，但这盘比赛就很不一样。双方在运营上的各种交锋，野区中的各种博弈，确实能让人感到心惊肉跳。尤其是站在滔博的角度上看，龙叉的千珏在野区打出了完美节奏，一度让小黑板感到窒息。赛后小黑板也是第一时间分析了原因，最终发现了几个千珏的关键细节。首先，我们从卡萨第一视角来看，在2分33秒的时候他就看到了千珏打红，随后还在河道中插了眼，看起来是做好了争夺下路河蟹的准备。但有些反常的是，男枪还没有打完蛤蟆的时候，千珏就已经到河道了。提前落位的千珏配合队友直接占据了主动，顺利的拿下了河蟹。这个时候可能有些英俊潇洒的小伙伴就要问了，千珏为啥这么快？其实小黑板也有这个疑问，复盘过程中特意去研究了这位韩服第一千珏的刷野方式。最后小黑板发现，刷野速度并不是最关键的原因，真正的重点是他打完石头人之后没有完全刷光剩下的两组石头，而是直接来到河道提前落位，突出的就是一个思路清晰。而站在卡萨的角度上看，发条初期都没有线权，最好的选择就是果断放弃转战上半区。不过和中路状况相似的是，吸血鬼初期也很难在奥恩的手中拿到线权，卡萨很无奈，只能放任千珏双河蟹开局，陷入了劣势。我们在 BP 说过，滔博前期如果太逆风的话，依靠这个没有抓机会能力的阵容是很难找回场子的，所以必须尽可能弥补劣势。于是在4分43秒的时候，
滔搏的寒冰用一发手电筒看到了千珏的位置，南枪立刻抓住机会入野反掉 F6， 但可能是左手的这个走位让龙叉有了警觉，龙叉这边立刻有人拼了信号，猜到了南枪的动向，随后加里奥亲自查探确认了南枪的位置，龙叉反应很快，马上判断出了南枪的行动路线，拼出信号想要入侵。值得一说的是，龙叉的打野是韩服的千珏王，他必定是对印记的刷新机制非常了解，印记在一到三层时只会刷新在河蟹 F6 和蛤蟆身上，而河道蟹刚被双吃 F6 还未刷新，蛤蟆一定是下一个目标。他的入侵行动很严谨，知道南枪反 F6 的时候有可能插眼，有意识地从下面绕开，降低了一切的风险。最终千珏在队友的帮助下成功夺下了蛤蟆印记，彻底拿到了野区节奏上的领先。这两波节奏就是千珏后续可以连续拿到资源的两个关键原因。不得不说双方的博弈真的非常紧凑，你来我往，暗流涌动，这可能就是我们为什么看运营局的时候还始终不觉得无聊的原因。言归正传，双方后续又进行了几波激烈的交锋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龙叉放在红 buff 上方草丛的针眼，以及放在滔搏蓝 buff 左侧草丛的针眼，都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收益，不仅多次看到对手的动向，还在13分47秒的这波节奏中打出了发条的闪现。这可能是滔搏之后的比赛中需要注意的一个点。看小黑板看得多的小伙伴肯定都知道，有时候真的是一个细节会摧毁整个比赛。好在龙叉没能利用这两个眼位取得重大突破，不过龙叉毕竟前期在野区积累了很大的节奏优势，所以还是顺利的推了伊塔，拿了印记，刷了小龙，让下野两路都有了起飞的趋势。小黑板知道，看直播的小伙伴看到这里时一定是悬着一颗心的，生怕滔搏会被运营到死。好在比赛进行到23分钟的时候，终于是发生了一波关键性的转折。这一波龙叉的奥恩和巴德想要开团，但就像我们 BP 中分析的那样，有露露加速的寒冰灵活性大增，直接扭开。随后好兄弟奥恩莽撞的 E 了上来，但并没有撞到墙，反而把自己陷入了险地。这个行为导致加里奥不得不开 R 保护他。最终龙叉为了救下加里奥，用掉了千珏的大招，为后续的名场面埋下了伏笔。按常理来说，这一波滔搏没能造成人员击杀，顶多能推掉龙叉的一个中塔，但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，玉哥发话了，发条有大吗？左手闻言立刻出手，一个看似朴实无华的大招突然摧毁了龙叉三人。啊，这又是阿水指挥的，大家伙赏一波玉哥你真屌吧。开个玩笑，左手打出这个名场面之后，很多帅气的小伙伴都认为是南枪的烟雾弹立了大功，但是本着理性分析的原则，小黑板从龙叉辅助的第一视角中发现，南枪的致盲并不能屏蔽发条大招的特效，而且发条的球也真的只是很朴素的丢了过来，没有所谓的塔下藏球。另外奥恩和女警都是有闪现的，单纯的没能反应过来。这除了选手个人的原因之外，左手的这个细节后撤步可能就是关键。我们再回放一下，左手的这个后撤步确实非常有迷惑性，看起来真的只是 Q 一下就走而已，他把敌人的心理拿捏得非常准确，一波大巧若拙的操作直接引爆了对手。这一波零换三的影响非常大，滔搏直接拿到了大龙，确立了优势。具体来说，滔搏从落后1500块的局面变成了领先2000块，也就是说左手这是一波价值3500块的走位。此外我们在这一波中还可以明显的看出，有 Auto 有露露给加速的情况下，巴德和奥恩的大招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用。比如巴德在31分钟的这个大发条利用加速轻松避过，再比如35分钟的这波龙魂团，奥恩和巴德大招都无法有效的命中，就连最后一波高地团战也是如此，巴德和奥恩空了大招，奥恩甚至还致敬了两位选手。滔搏四个 C 位再无压力，直接起点输出一波推平了基地。总的来说，滔搏这一盘顶住了前中期的压力，龙叉几波针对下路的行动都没有取得太大的收益，中期一波团战左手站了出来，他用一个朴实而又刁钻的大招翻转了整个局势，也成为了本场比赛名副其实的 MVP。 祝福滔搏在接下来的比赛中保持火热的状态，继续打出这样精彩的对局，拿到更好的成绩，加油。好了，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更多的比赛细节复盘，不妨动动小手点个关注。我是超能干的小黑板，我们下期再见。